它就是这个颈棍的最基本的动作，什么最基本动作呢？它包裹了，除了帅棍以后，它包裹了一点动作，哎，你像撇、哄，也就是动扫、调呢，它就是以垫步调节敌人的裆部或者面部、胸部、扎上部之皮，啊，剪连、无花，软以后桃，很朴实无花，它没有别的什么这些花招。 他为什么这个跪，要是讲究这些东西呢？因为练武就是一种技击，也就是一种最快的速度把对方击倒。对于歹徒来说，也可以叫他一招毙命。啊，这就是我们练武还有练两眼棍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表扬看的。好，这样在怪芒出动以后呢，我们又讲究这个五爪连音一坨的呢，叫做劈棍挑砸。现在我们想讲讲这个劈的棍法。 这个劈棍，也就是说，在击他之前以后呢，可以换一个动作，哎，这棍架好以后，很简单的自然的攻击法是，然后上步啪，哎，来接近敌人，接近他以后，歇他歇劈下来，这个棍法打到哪呢？也他的颈部、肩部，哎，再做一遍，啊。 这个劈棍，劈棍的力量，它不光具来源于臂，它还有腕，腕劲非常大。哎，哎，哎，这个劈棍，紧接下边呢，紧接着进攻的东西，也就是劈过以后，上步轰槽，哎。 时候也是往前进一大步，在劈棍下来以后，速度沉一点，卸了他的力，然后速度的上步，来扫击他的面部或者他们的拿凶器的手臂，这样才能做到一招来制止他们。然后再连续来演练一下。 这是劈棍两个，你们讲到第三个，调，这个调棍一般是怎么来攻击敌人呢？一般在哄与同时，棍在落下以后，这个调棍后脚跟半步，哎，由下到上，也可以说攻到敌人前面调到裆部或者他往侧面弯腰的时候呢，打到他的下巴或者胸部，速度打，哎，加在肩上。 这个条棍，啊！下一步呢，来讲到这个最后一个动作呢，也就是扎。这个扎呢，是也就是雷眼棍中呢一个很主要的。他在调棍的同时，调棍的同时上前套一大步，棍，就像一坨啊大长棍一样，什么东西一样。 他是直接砸下，哎，哎，哎，还有这种力量。下面呢，我就把这几个动作呢，再联合，我做给大家看一下。哎，最朴实无华的，没有任何的花招在里面。啊！
下面我给粉结，把来人柜给粉结的讲一下。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做粉白杨柳。粉白杨柳的招式呢，也就是咱最初级的招式。哎，借助手腕的力量，哎。他的步伐呢，这样呢，就是左右在前，右右在后，然后借助手背手腕的力量、臂力量来去反弄的，快速反弄的。哎，这是一个很放手动作，也是个初级动作。夹棍，前后夹棍，在借助前面一些动作以后呢，把棍团夹在你的腋下。夹棍同时要是注意拿着你，注意你手臂一定要挺紧，把链子绷直了，这样呢，才能为了下一步更好的出棍更有力量。哎。夹棍它有两种，有前后两种。它一种呢就是反夹棍，哎，用这种棍法夹住，哎，就这种棍法夹住，哎，可以开关一下，哎，讲解一下这个下一个动作，苏秦北剑。怎么样苏秦北剑？哎，我给做一下示范。好，这个动作做起来呢，哎，很简单。棍挑起来以后放于肩上，这个左手的虎口张开，哎，放于腋下，接住棍。再接翻山越岭，下一步呢做翻山越岭。翻山越岭呢，它这个动作，是从背后来着，后来换手的，从背后接住棍。第二招式，它是从脖子后边，哎，在腋下接的这个招式，哎，以这种力量，整个交叉过来，回往回走呢，从这边，给大家讲一下呢，这个叫雁翎起球这种，这种呢就有点有起到这个实战的一个效果。它这种效果呢，也就是打击敌人的同时呢，你还用脚蹬一下，嘿，这种很是有效果，又是腿法，又是棍子打法。
下面呢，再给大家讲讲一个叫掌尾片麻这种。它这个换手部位不同，它是从胯下接住棍，从胯下接住，上胯下接着棍子，下面大家给讲一下这个大家手法的练习。这个练棍手法练习呢，它是一种正木化的手法，这是全部撒开，它在围着你的手掌在转，从这个正步化开始呢，还有一个平胸步化，它这两个配合一下呢，这个爪子可以直接转过来。招式呢其实很多，但是多少东西呢都是很花的，花而不实，只有表演价值，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下面呢我就是简单的给表演个小套路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的话时间呢我们就多打打实战，咱们本人练练一棍嘛，就以实战为主。那下面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撂棍这个动作。给表演一条套路，这个套路呢也是很短小精悍的，这关键很实用。看到了那个手棍，手棍一般呢还没有多人练那个手棍呢，这个手棍呢是一杆杆脆利索，正好配着练棍呢短小精悍，很有学习的价值。还有给大家示范一下，他手棍的要点，这不就用手腕力量把两节棍给它走平了，走平了，在上面一挑的情况下，手劲上去，来抓住棍。
一下这个讲解柜的实战的动作。这个实战动作呢，也就是这我看不到视频啊，这有做了两三个简易的木桩，这有代表一个人字形，代表敌人，代表歹徒。我们用柜呢击打它的最有效的部位，把它最快速的击倒。哎，下面给大家说的是要学最简单。这一样采用在我们表演的时候，大家说了呢，哪一点呢？也就是连剑柜的刺法，因为在连剑柜没出手之前，只有连剑柜的刺法。这个刺法，我现在这个把它给大家做个示范。这一般这个敌人，我发现他是歹徒以后，没发现他的意图，在他没出手之前呢，我可以啊，叫他看不出来，这我的企图做到他给他，然后速度的刺上他的胃部，嘿，最大力量的。在此之前呢，一定做的就连剑柜拿掉隐蔽，我们要对方发现你的攻击都才行。在刺上他胃部同时呢，也可以反手再打上他的脸部。要这样要是有效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子也把他打败了，也能制服他了。大家再看一遍。这个刺法在解决敌人之前呢，把棍硬隐蔽好啊，或者很多做着很轻松的就已经隐蔽好。接近敌人跟前时候，跨一大步，以全身的力量刺激他的胃部。哎，刺激到胃部以后呢，咱以反手的话，以最快的速度变换手法来打击他的面部，这样能更有效的去打击歹徒。打击敌人啊！来，我看坐一遍。啊！啊！他对打击敌人面部这个反手打法呢，他的理据在哪里呢？刺到背部以后，这个胳膊只是从这一反，哎，身子微微一转。借助这个臂的抖力来直接进入他的面部，这个诀窍都很容易掌握。哎，大家能听过反复练习呢，很容易掌握。那还有一种刺法呢，还是更简单。一般话，我的背部啊后面受到敌人攻击时候，你已经发现了敌人以后呢，你也可以叫敌人更接近你一点啊，比如说后面是敌人。我们只需要怎么回事？只需要微微的手往后抖一下，哎，他的裆部、小腹部位，我们就集中这个地方。或者呢，我们在一转身的情况下，以反手来击打他的面部。这种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呢，能做到敌人防不胜防。来，我给大家再做一遍。敌人慢慢接近我，或许我快速往后退一点，啊，来打击他的面部，或者呢，接近敌人以后，用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击他的腹部、裆部，啊，用最有力的打击这个敌人。好，这个动作呢，大家得反复练习，才能达到最有效，起到最实战的格斗效果。现在我来讲了一个，也是最简单的连剑柜举出来直接打击敌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很简单，在我们发现面前有歹徒的情况下呢，我们只需要把棍拿起来，并不接近他，然后呢，一个平行速度撒开一根棍，这个棍它会很直接的直刺到对方的面部。来，大家看我做。也可以呢，直甩，啊，直接拖出去，它拖出去呢，它像棍一样的直接戳你过去，啊，它这种打击法，这打击法做到哪里呢？不要没有事的情况下，你可以对着一个木桩反复练习，
对，他直接倒进地下去，反复的练习。对，看这是这种打法，这种打法呢也很接近敌人，它这个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感。哎，你离敌人一米多了，也可以做到了。这种打法，像我们平时在练这种，像我们做到夹棍这个动作的时候，做到夹棍这种动作的时候，怎么做到最有效的打击目标也就是靠你平时多练习。棍，夹好棍的时候，发棍的时候，这个手腕应该绷紧，弹头力要强。弹头力要强，哎，嘿，哎，嘿，嘿，来，你这种力量打击他，他这个打锤的速度呢，他并不是锤，是他并不是砸下去的，他还是个棍，出锣以后，他直接倒进敌人，做到这一点。这种力量呢，要比这种打的力量更容易伤到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还有一种，在我们一锻炼练习中，已经讲到哪一点？我们在架棍同时，架棍同时打法，架棍同时打法有几种？一种呢是劈式，一种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探头力，最快速、最接近的打法。我给大家做一遍。他出手是一个棍尖直接倒进去的。像这劈一个棍法呢，来，我们以这个目标来作为我们的示范。他说做到这个劈击动作的话，你看我们劈击动作，这是第一个手臂，他比如手机拿着凶器了，拿着什么东西呢，我们很快速的接近他以后呢，嘿，直接扫出去来打击他的手臂。这种打法要注意哪一点呢？注意这个物体的平时练习中这个物体的反弹性别伤到你自己，这个多多摸索，怎么不能太不伤到自己呢？打到物体的时候，手顺着往下带，这样带下来，它顺着惯性呢，这个棍就不会回弹。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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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这样反复练习呢，就能练出最实际啊、最有效的攻击目标。下面我再让我们讲到哪一点呢？还有一个轰扫，这个轰扫棍呢，来给这个劈棍大同小异，它不过是以防御阵而已。下面我再给大家练习这一下轰扫。在我们轰劈的时候，棍我们已经带过来，带在这个左边，带在左边靠我们的臂力跟反腕，以快速的轰劈出去。哈，啊，哈，哈，这种打法，这种打法呢就是更快速的反应，哎，更有力的。打击敌人手臂、他的身体、面部，哎，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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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子，他这个劈控调，这个调这招式，这个调这招式呢，怎么能做得更好呢？我来给大家做示范一下。这是他们的歹徒的这个手臂，也可能拿着凶器啊，或者比方呢，这个歹徒受到攻击以后呢，弯着腰，以这种姿态。我们要劈过以后呢，这个棍法垂在右下角，我们可以速度的来上挑，来打击他的手臂或者他上躯干。在练习中呢，很难的控制，为什么呢？它上调以后，它反弹性也很大。我
但是大家呢不伤到自己呢，大家就反复练习，找到窍门啊，找到他的窍门。哎，拿起他们的腕部、小臂，在我们劈横挑打里面呢，还有最后一招呢叫扎。什么是扎呢？扎它就是直线，直直的扎下去。这个力量呢，也可以打到呢敌人的躯干部分、头部，或者他们的后背啦，或者手臂。这种力量呢，也是在实战中平衡的这个理论呢，也是最有效的东西。你们给大家示范一下。扎，它的目标性跟你的右脚在前，左右在后，它顺你的右脚直直的扎下来，哎，这样的扎师傅，嘿，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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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扎。下面他要讲到哪一点呢？他讲到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转眼后扫。假如在敌中我寡的情况下呢，这个转眼后扫也能迷惑敌人，能起到一个最接近敌人、最好有效的打击敌人一个效果。下面呢，我再简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转眼后扫。我们离敌人的话也很远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其他目标攻击敌人以后。慢慢呢，接近敌人，在接近敌人离他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呢，快速接近敌人，先上一步，哎，转眼后扫。对，这个力量要一气呵成，一个是无花，转身，再夹棍，后扫。他的后扫主要的攻击目标，也就是他的右面骨部分、小腿部分。这种打法呢，一定要猛速度，不要给敌人留了一点。一丝丝的距离，你看我再给大家示范几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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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我想从头。先说说从刺棍开始到这平衡挑杂转眼后扫联合呢，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呢，我把前面几个这样给大家讲解的几个最实用的技法呢组合起来打一下，也可以提到一个这几个目标打起几个敌人的情况下，我来演练一下。好，
好，下面我的训练技巧呢，组合起来再给大家演示一遍。讲到了梁野贵人实战打木桩的方法，这些东西呢都非常的实用，其中还包括一些你看到我有点跳跃打斗动作。为什么要跳跃呢？第一，也可以在方位的时候跳起；第二，是为了更容易接近的啊，接住，嗨，接近对方，打到对方的头部这一种。来，我先把这个动作呢再做两遍给大家看一下。呀，哈，哎呀。实战练习中呢，有大喊大叫。为什么要大喊大叫呢？你像咱们梁野贵创作者李小龙，他在这种实战中也是大喊大叫。他这种呢，就给敌人一种威胁感，能达到这只扎稳，能发出自己把身上最大的力量能使出来，这样对自己练贵呢，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咱们大叫之前，在你没进攻之前，也可以提前做好这个大叫的准备啊，给敌人一个阵势。呀呀啊啊！哎，这可以是这样做。下面呢，我又做一下这个刺棍在实战中的运用。这个刺棍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先是一个我们一个以先进攻的一种方式，可以呢把这个棍隐藏起来。就在敌人感觉不到威胁的情况下，哎，突然袭击。直捣到敌人胃部。再做一遍。直接到胃部。此男能一下可以当时制服他，然后后边呢再用各种棍法啊，再扑到盖脸打过去。这边呢，我跟大家说那个刺脸、刺面部这种棍法啊，也是我们以进攻为主。接着敌人脸部啊，这是趁敌败发出来的，这种力量呢要发挥到最好程度。看这种，再做一遍。下边呢，我要给大家，敌人在偷袭我的情况下，我是怎么样是使用这个刺棍动作的？这就是在我在前面走的情况下，后边有歹徒向我接近，想攻击我的情况下，我以速度的反应，来这种用两种刺法来打击这个歹徒。我就感觉到敌人就接近我的情况下，突然反应，直接刀挤到敌人裆部，来，在我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敌人后边有歹徒，像这是一种刺法，还有一种刺法呢，怎么呢？我就感觉到以后，在这边走，我就感觉到以后，突然一个反棍直打敌人的脑部，也就是上颚部位，
而我有感觉，他们敌人已经进入我的手。再转，看，看，你打他的头部，啊，这样可刺激，立刻休克。刚刚我们讲了很多都是进攻的动作，下面呢，我们讲一下呢这个防守与进攻这个动作，也就是一边防守一边打。下面介绍一下，你歹徒呢拿一砍刀或一棍子准备向我挤来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用的动作要比他更快，因为我们的眼位非常隐蔽，能短能长，可以，这个隐蔽性很好，但是速度一定抢到他前面。这样做呢，哎，叫敌人打个防不胜防。哎，下面给大家示范一下。嘿，看，哎，直接倒到了腹部与裆部。哈，哈，哈，好，这样打法对。在他举棍的时候，我的棍突然弹起，要比他做的要更快、更隐蔽。哼，对，就这样做。哈，下面讲这个方法呢，也就是说，除了这种用来眼棍去格挡，然后下一步呢再去打他们。这个格挡呢，用我们的棍连接棍，再到打下去直接打到手腕，但手腕跟棍相比的话，他手腕就是太脆弱了。哎，大家做甚啊？他用有点贵，哎，刺我，哎，他，哎，你打到手腕，把他臂肌打掉，打完胳膊也基本上受伤。嘿，这边我讲一下这个连接棍的怎么样发力。哎，因为这个连接棍中很凶猛，东西在这种实战中，两个人直接切招中是不容易显示出来。这边我们用木桩来做一下这种防守与进攻的一些正式。你比如当歹徒的话，拿把刀向我刺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以短棍啊，以侧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打到他的手腕上，哎，还没受伤打在手腕，然后呢再传输出，再还给他。哎，你先把再给大家做一遍。他突然的往此来，我这以劣势的说啊，把这个空间让出来，啪，做到这一点。这样做到哪里一定要判断准确。哎，要是感觉到呢，他的导演往此来之前呢，一定要躲闪，要及时。在拨打那手腕的情况下，一定要向下压。不要打他刀，要打他手腕。另外呢，趁他手腕向下压的时候翻身，直接打出去，打到他的面部，或者是呢，打他的腿部。这样呢，基本上能就可以一招接住人头。下面呢，我再给你讲讲，也是歹徒也拿刀去刺我们的情况下，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是连接棍，来直接来挑起他。哎，你比如说我们在格斗中，多大的格斗室中，他突然拿刀向我刺来的话，我顺便以这沉棍向上撩起的情况下，哈，呀，哎，来打击他的手腕，伤到敌人。在连眼棍平时练习中呢，怎么能发挥好他更有力气呢？这要跟平时你比如说我们做条沙袋，哎，没事甩几下沙袋，由轻来到重，逐渐的看甩得更远，这样呢能锻炼自己臂的力量跟连接棍的这个投射力。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是拿手用那个汽车的破旧轮胎挂起来，因为它那个能用卸力，反弹性又不强。我们也是呢，弄连接棍，经常的去打那个轮胎，经常的反复的打，要知道它怎么卸力弹劲。这样打时间长了，自然这个感觉也能找出来。还有一种呢，我们在家里呢，可以买上木桩，做些结实一点的沙袋，
啊，没有事的时候，经常的练习，配合着步伐，经常的练习，经常的练习，这样打着，还要多绑几个呢，像手臂一样的，像腿一样的东西，这样做呢，就非常的实用，有效，并不是说我们光练还缓解腰腿没有用，这种东西呢，经常的搞搞，哎，弹击，打击上，它也摆弄什么，嚯，对。这样，我这连线棍呢就讲到这里。